清大合照，这天哥哥自己从这边过来的，过来之后就没有看到波波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，然后跟着大家排好队，又不经意看了一下，然后有点站不住了，开始左顾右盼，最后把手机掏了出来。给波波发信息，这边波波终于过来了，被大哥拉着过来的。哥哥还在低头发信息，看到波波过来把手机放下了，然后不知道想解释什么，委屈地问你去哪了。阿夏小姐姐让他站中间说不用。最后又看着哥哥开心了。波没来吃饭，肖哥一直拿着手机看着外面，看见波波进来了才放下手机，看来这王一博小朋友挺下饭啊。肖哥别比心了，你快好好吃饭吧。好无聊，好困，怎么还没开始？眼神呆滞，这俩里就差贴在一起，自动屏蔽所有。李尚武和庞云真的不一样。